因为大学的教法，用的 slide 迄个话，啊，今日来，你嘛看到另外一张真有意义的相，就是伫刀芒内底，迄个写迄本册上重要的一部《Orchestra》的头顶，当然，迄个 pastor， 今仔日恁真正看到伊相，所以今仔日恁真正大家拢。 对这个彭教授的故事，会了解真多。一当然，拢感觉讲你讲伊的政治的方面尔，但是事实今仔日看，伊的艺术文化的修养相当高，是一个真有生活品质的人。所以今仔日会当进一步来了解彭教授的一生。这个节目单内底，所来应该是着。 安尼，政府官员来讲话，但是即马特别使者，明明特别高，要含敬爱的小美琼大使，会较来较现场。所以安像伊来才有讲，安节目拢个进行，无要做终止，嘛无 interruption。所以即马想跳来一卡，就是讲，伫美国内底。 啊，彭教授上关的人，今仔日才有伫这个现场内底。真侪人咧去了讲话，我讲啊，无你甲彭教授会交袂啊？喏，你有伊特别的故事。所以这个是即摆下骹这个事业，伊我倒来，伊相当侪岁啊。伊就是，伊登记，带彭教授登记台湾以后，一个成为一个平民文教基金会，即前董事长。 对头对位，拢伫支持彭教授。今仔日嘛特别派彭丽文文教基金会其中一个董事，单手的伫安尼现场，有哪只歌嘞？即按台湾啦，大家拢做起来来证书来来纪念。所以即摆来看，即个是来，即个影片。 我从这个老师里面，其他老师在从第一堂课时阵讲，代代是培养学生独立自主思考能力的所在，让学生探究真理的所在。世界上无什么代志会当提出来辩论讨论的，并真理愈辩愈明，并且包。 未当未使去做出规避知识分子用地的代志，这堂课对我终身影响非常的深。在求学的过程，自由民主也成为我毕生的信念。老师，你在究竟国颁奖过十大优秀青年？ 在典礼上，你选择缺席，你如果拒绝周总统接班人的召见，会处处看准老师捍卫知识分子的良知的拒绝，因何富贵？1964年，老师甲谢宗敏、魏建桥两位同学，因为台湾自由宣言而被定罪过罪。 在阮任期间，我就四面危险，逃亡国外。我就在1963年出任美国台湾动员会会长，被列入黑名单。美国登记台湾。1999年，我出任大纽约区台湾动员会会长，然后开始。 组织全美台湾动员会，在拒绝州政权威胁下，1970年，我当选为第一任的会长。1970年的年初，老师对瑞典来到美国，不在纽约。 破动员在做联名的主席。
那迄个时阵，老师，我甲老师报告，讲我即马在准备做秘密文同融会，啊，老师真甲我鼓励，啊，叫我讲以后随时保持联络。啊，对，迄天开始，老师若有啥物重要的活动，拢会叫我全部直接陪同。在会就伫即个纽约的台湾民众大会期间，老师甲我做伙到美东的地区拜访同乡，确实有史以来在比台湾人最快的一回。大会的主旨是台湾的将来的交流，全体台湾人民来决定，会后全体同乡在平教授领军下，领军下作为发教号，行到联合国大楼。1992年，老师回台，我在台湾准备办公室，和老师欢迎老师到台湾。啊，1994年，由于平民币不够基金会，我担任这个常务董事。啊，1996年参选总统，对民进党的初选更加总统大选，我拢在老师的一股边协助。2015年，平民币不够基金会当时长一级，平教授讲，这个职务要交予你的学生2月2号来接任。在我的任期，我跟老师作为来团结台湾的公民团体，促成基督教联盟的全民大会，在国际上大幅的报道，是将台湾的民主运动走到最高峰。老师一世人为民台湾的民主自由牺牲奉献，其事迹，予咱的全体国民的永久怀念追随。终身的学生2月2号敬掉，平民币不够基金会前任董事长，全民同融会创会会长。现在来的是很多年纪，年纪有哪有啊，也该有生意，总是帮你办得很有意义，所以就要留一块，但我们很感激照顾平教授这么多人。讲到这方面来讲，讲平教授做一几年，还是较，这是比较讲较一般讲的，可以讲伊做一欣赏平教授的人，支持伊的理念，支持伊的信仰，应该是要爱用韩国。啊，这个人拢是欢喜干嘛呢？为一个理想来支持。但是你看，佮有足侪上，你会感觉讲，伫边啊支持伊的人，拢是台人。支持了，就无佮进入甚物职位啦。哦，啊，所以真正足特别。啊，我即摆要来照安尼节目来介绍。现场我看到真侪姐姐，哇，拢是民主运动吼，真正先进，啊嘛是，嘛最近较少出来。啊，我啊，做社团的代表，我即摆用这时间，啊，向大家介绍一下活动吼。这个活动的团体，我是同你个念啊，隆重，哦，我庄重来你讲者，这个团体吼，一人捐100元以上。总共有37个吼，而且这个单也我两个去念嘛吼，啊，多谢这团体，好像律师会，因为这是提起哦，电工同啊，这做个准备的工作吼，啊，一个个人有啊57个，啊，内底拢真侪平教授朋友啊支持理念的人，但这个人来说多谢，谢谢。再来更加重要的，律师会是更一百名，
但是我要将批教授的精神搁传落，所以我要做两样代志，这两样代志我开较侪钱。什么款的代志？第一个，真侪人唔捌批教授，批教授1964出国，伫遐阿边出世的人，就是差不多50岁以上的人吼，对伊就拢无啥印象。所以伊的精神，批教授敢若一个电台。台湾民主的殿堂，希望这个殿堂拢伫遐，少年的会追随伊的观念、伊的看法、伊的理想。所以，会馆要办第一个节目，就是讲，让少年的来征文比赛、征文比赛。啊，伊的这比较一个车介济，我希望我大家去，等下出来报告一下，哦，去台湾广告一下，较侪人来投来看伊的册。另外一个就是讲，今仔日的活动，今仔日有 video 有相片，啊，拜托黄素仁来办这个批教授。我准备收海外尔，因为岛内国内伊家己去处理，首先批教是伫国外40单，足济物件，相当的精彩，是国内唔知影，伊好朋友足济拢伫遮，所以要来办这本册。来留一个海外台湾人的历史，啊，多谢，拢总有十九个人，一个人拢捐500块以上来赞助这个活动，才有我来提这本册来办这边的征文的比赛，啊，这征文嘛袂使伤少钱的吼，啊，伤少钱无人要投稿的，啊，所以第一名是1500块的款嘛，啊，所以你鼓励一下。写你的心得，你咧看嘛拢会使，吼、哦，啊，即马请Ken，我是爱Ken出来讲一下。大家好，那个Eve可不可以先搬到下一个？对，好。那感谢大家今天来到这个台湾会馆啊。那我们这个追思呢，其实这次林医师大概认为是这个整个追思活动里面最重要的一个活动呢，就是这个征文比赛。因为我们知道说，其实彭明敏呢，他是被外界称为是不只是一个民主的先驱，是一个台独的大佬。那平常心讲，我自己本身在这个台独运动呢，都参与，我支持这个已经也是快30年了。但是很凭良心讲，对于很多年轻独派应该都一样的共识，就是当彭明敏先生在世的时候呢，没有一个人，真的没有一个人能够推出一个论述，或者说可以自己称为说自己跟他是一样地位的地方。但是我相信今天彭明敏先生先逝之后呢，未来这个台独建国的路还是要继续走下去。我们要看说未来的这些年轻人呢，他们要扛下这个重任之后呢，会有什么新的想法？也就是这一次为什么我们有认识彭明敏瞻望新台湾的一个征文行动？那这个征文活动呢，我们希望以一个认识彭明敏，就是去了解他过去一些著作，跟他有关的一些文章呢，来做主轴。那之后呢，再来写出一个自己的论述、自己的想法。那希望呢，就是用这样子的一个征文方式，可以抛砖引玉，看有没有多少年轻人，他们读完之后呢，有自己的新的想法、自己新的论述，可以为我们未来的新台湾呢，打造一个新的未来。那这个征文活动呢，这一次呢，我们是开放给北美地区就学或居住的大专院校台美学子及40岁以下的台裔人社会人士都可以参加。那再来呢，就是我们每一组社会组还有在学组呢，都会选择3名特优奖。还有5名特奖得主，那这个得奖者呢都会得到奖状，还有奖金。那奖金呢是有1500块钱为特优，那优等是1000块，加注500。那如果特奖的话呢也没关系，就是最多5名，奖金100元。最后呢，我们这个得奖的作品，我们会把它整合起来，然后编到一个纪念的文化集里面，以后给各界参考。我们希望说，这个不是唯一一次的一个活动，我们以后还会办更多更好的活动。因为我们总不希望说这个想法呢，就只是维持在一次的活动而已，以后一定有更进步、更好的想法。那我们希望用这一种方式能够去引发更多的那个思路、新思维。那下一次太长。那这个就是我们这一次活动的那个报名网址及规则哈、哦。如果那个大家有手机的话，可以先拍下来，然后用我们 QR code 扫描，就可以直接到那一个报名的那个网址了。
那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或者说知道有哪些年轻人，然后四十岁以下年轻人，他们对这有兴趣，那也欢迎你们把这个讯息呢分享给他们。然后我们这个截稿日期是到6月16日晚上11:59为止，这里没有写到的是美西时间。那再来就是就稍微跟大家讲一下这次的征文活动，主要这次林医师他就是说拜托我来主办这个征文活动。我刚开始想到的时候，我觉得说怎么可能呢？对，其实比我有资格的人可能更多可以来做这样的事情。但是林医师他非常坚持的地方就是说，他希望用一个不只是这个征文活动呢是由年轻人来参与来报名参加，他同时也希望说整个设计，然后呢整个那个运作呢都是由这个我应该是超过40岁了，41岁，但是希望是由年轻一代的来做这样子执行的运动。所以呢，这次呢认识彭于敏瞻望新台湾的征文活动呢，希望我们可以用这样子的一个机会呢，认识更多对彭于敏教授他一生追求的目标、一生他追求理念呢有兴趣、有影响力的人。那感谢各位给我这个几分钟的时间来介绍这个这么有意义的活动，谢谢。各有这个音乐的艺术，音乐的艺术，今天请四重唱团是，就是今天主办这个亚洲合唱节的这个主持人杨子清，我一张讲伊身体不介好势，伊去检查讲有 positive， 所以今麦伫处理去，所以今麦同伊身体大家保重。同埋太陽就唔係大家做嘅。好，接下來我嚟講這個外部分哈。高雄君，彭教授嘅一生，事實嘛是按一代第一代代理人嘅一個。一个行就对了。伊这样做，伊要追求的都是安尼理想，但是安比较幸运，因为安无互伊受，上样的事较侪苦，安比较幸运。伫美国学院，有做过代志的人袂少。我伫南加州这部分。我想讲，含阮含安靠关的三代，来我来讲者。哎，跳起了。Next， 含南加州教关的，就是主要，当然主要拢是王立伟先生，伊所主导。但是就是发生在安这个所在，有三个事件、三个代志、三个活动。第一个就是1992年彭教授登临台湾。第二个就是1996年台湾第一遍的总统大选。第三遍和咱会馆较有关的，1999年台湾关的法会馆主办20周年。一连串的活动，其中伊扮演真重要的角色。即马先讲第一件代志，彭教授伫海外，算嘛袂使算逃亡啦，但是伊往逐日走，就是伊也惊讲去哦。国民党拢伫后壁会阁厉害，所以伫呾奥利文伊嘛选华人个所在嘛吼，啊伊嘛生活嘛真落吧，也阁一样个大，伊嘛无是叫伊伫嘛吼，所以20几年伊真想厝，所以伊嘛一直想要等伊倒来。作个故事你若要知影，你去读《五礼拜真主政》个册内底就足清楚啊。伊要登台湾，李登辉总统当选以后，开一个国事会议，迄阵就要叫彭教授登去参加。哦，我咧袂相信伊嘛参加。彭教授讲，
我若要回去，我都要真光荣，大大只有尊严回去。啊，伊迄阵在台湾时阵，啊，都、就是通一番呢。伊迄个代志还袂取消呢，伊讲你安尼叫我回去，安尼敢是对待人客？所以1999，你两位总统特别请伊回去，伊都无回去。到尾到1996接回去，这是迄阵的堆积啦吼。那边回去的人差不多全美国全世界都有人，甚至南美都有人，拢总有偌济人，拢总有七八十。那阵迄个演讲拢白了。你若处理也点人遐一份大份钱，就是即马说一份相当详细，你若对台湾的民主运动的历史有注意，阿表弟啊，阿唔嘛摕等于出去吼，看看还可以嘛。迄阵，大家全世界要做一个，伫烧酒，伫香港集合，伫香港大集结以后才做一个，因为迄阵第一点。伊无爱坐中国航空公司的，迄阵中国好像是算国的。第二点，迄份伊到遐时间拢无啥物着，若是足透早就是足，所以怎啊伫遐大家较好集合，所以怎啊伫香港集合啊，大家拢伫遐见面。伫香港的时阵，大家心情是安怎？我爱穿酸菜椒啊。我已经到42岁了，即摆超过70了，所以我就是去人换背包啊，去人翕相的啦。啊，唔知今仔日伫这里介绍，我的启蒙的一个上重要人生内底上重要一个老师。迄阵的心情是安怎？一方面是足兴，足嗨的，因为要陪教授转来。二十几天啊，这么多人在烧电灯。另外一个心情会惊吓呢，因为六年前烧上这个情形，菲律宾的总统阿奎诺，就把这个总统迄个伊爸爸阿奎诺死了，落飞机都撞扁扁啊，所以大家唔是遐尔满意，大家拢已经做上届摆的把子。魏淑玲是皮教授的边啊的一个守卫，伊就到人都汉差不多，拢徛在边啊。台湾搁一堆，搁七八个穿迄个制服，专门按台湾坐飞机甲香港，规伫皮教授边啊要来报告。你知影阵？结果真顺利，十一月初一。等于甲台湾的机票，啊，即摆请来欢迎驻美代表，我们最喜欢最支持的加美籍大使来，真的好，今天真的是非常辛苦啊，辛苦啊，啊，大家，啊，进来参加，多谢你，多谢你，啊，小美籍代表，啊，今天是安尼，我是中秋，中秋节，谢谢，那比较小点啦，来，谢谢。这帮人真欢迎小台山，吼、哦，啊，这帮都继续。先话，迄阵先来选11月7日，知影人，我最近就免讲啊，我最近免讲啊，其他人都知影讲先来选11月7日，因为
十月三十日是蒋介石生日，伊第一日迄日，立即去台湾的当地啦，就是安尼啦，拍好啊！我当然安尼参加咧，对嘛？伊就是变了，我就无爱看人去庆祝蒋介石。你看落去，你讲袂听嘛无影咧。边啊偌济警察，拢爆表的。你看这牌啊，这拢是警察的。偌济人去啊，连五等的嘛去用客家人无去咧，伊咧上吊啊！伊客家到尾讲，啊人哪会无？平到时来走去都是拢查的，到尾用咧捉，他捉甲吹牛，你知？了，车载的，早起中日办记者招待会，迄阵因两个学生，写台湾主义宣言，正聪明，甲画一条。两个字啊，这种真历史的镜头。过来，郭振刚，提到收伫台大的法学院，做回去台湾，嘛是伫台湾二十几年来第一遍的演讲，这是真传奇。我昨下子提到收又讲一句话，有一点仔遗憾。遗憾啥？伊讲我是台大法律系的教授兼主任，我既然回去台湾演讲，毋是伫我毕业做系主任迄个系来做演讲，结果是伊的学生，伊真个学生是法学院，毋是政治学院，法学院学生台大，我记得足清楚，又讲过一句话。哦，迄阵是足好，规拢客观哦，你看，学生对足好奇的啦。即学生出学的时候，伊可能已经离开台湾，但是对提教授这个 image 真正向人真有注意。过来，讲台北，伊搁记得讲第三日，坐飞机登去到高雄，我高雄的气氛甲即嘛相像，甲台北都无共。落去伫机场，二十一炮的礼炮，二十一炮就是国家的元首，伫机场就蹦蹦蹦啊！我个了，就红球去战车，哦，大家讲提到是伫要到啊！迄阵拄啊年底要选立委，拄有三四个要选立委的吼，哪有可能百里走？落飞机也都来插去啊！一个后援会。迄伊个办公室，就是讲伊个竞选总部，一个拜访，安尼。哦，加入办公。啊，伊，迄阵高雄关是迄个伊台湾家族的集结，所以伫即个洪山国务。纪念馆办一个足盛大个演讲，当然伫高雄嘛，伫个中山足球场个馆办一个足大个演讲。遮就是讲，相信支持提到是理念遐人，第一就是伊山伊遐办一个参会，遮就是提到是上届第一个朋友。这好阿姨，哦，这李水明，这罗丹水兄，啊，这按这三浦来，因哪部电影？这个我唔知，应该不记得做过。一落飞机的时，我印象我足深。迄阵民进党的党主席是柯信，柯信两个演讲。你若看即马所有报纸看过来，伊讲提到是台湾总统级的人才，伊讲伊就是不二人选，我选择四大后，迄个是的，做迄阵做动作先，柯俊荣出来还没算，
双甲当然双甲真歹看，头啊拢可惜了，可惜了，做阵较好，下到是这个人，老实讲，大家欣赏伊，但是伊袂晓安怎办咯，伊是真老含人有关系啦，所以头啊初选选无赢，当然会公职投票选输，但是迄阵的民进党为着民进党算小党，为着要建立一个民主的观念。全台湾巡回投票，一站一站安尼按家人意愿，平到收声势，按家人一路一路，我印象足深的，伫家人才是输的款，甲宜兰才开始赢赢，一路赢到全部，赢到高雄，所以就做总统的候选人。海岸又过收，前途足大，海岸足大，你会当发展的机会真多，唔忙安尼看清自己，所以你看迄阵伊的。伊个老婆就是只海洋，啊只海洋是台湾，倒个新台湾人。迄阵，我当个生日，台湾阿爸来，所有你看，遮名单，拢毋是台湾个人。伊若迄阵，伊报纸拢无定来看，但是伊拢听出来。内底拢总有一、两、三、四、四个医生，两个律师，拢是一般像安安尼乌里乌里比布，站出来，报道无咧插政治个，站出来支持提高权，这拢是历史，历史的一个记录。就是后尾成立，我讲伊就是我。开始插政治，四十几岁开始开交，但是我伫迄阵才开始插政治。我感觉讲，台湾的总统若敢连选，台湾都有法度从国民党下倒，真正即个日子一直一直伫咧看著。所以迄阵，我看迄阵，甲萧大山熟识就是伫即个时阵熟识。伊去1995年十几岁，学生会伫 Houston 办一个。当面有两个贵宾，其中一个就是萧大使，伊是做民进党驻外代表；另外一个就是林佳龙，伊是阿哥弟，伫 Yale 伫读书的时阵，啊，你看时间过遐久啊，伊两个拢遮尔好，我即马还阁小小做一个小医生。迄阵。出来辩论哦，伊就叫咱个作喜剧个就对啊。伫华人工商大厦，伫普通个遐办辩论会，伊邀请三党个人。哦，迄阵行动是足强个，只要辩论，国民党想讲伊稳赢个啊，伊无啊，台湾只唔惊死个。我就向杨树清，杨树清即马就考个，就考个伫做伊个叫过，对面伊个应该来唱歌。对啦，我当然做做实在，律师，我就是 A 系列律师，他都进来，郭树人一点都不来，伊那早我放这组相片进来，迄阵伊啊含一边，所有群众内底99%拢行动的，阮讲的讲的当面条，要提滚啊，人头讲，要头讲，印象有够深的，去做啥，足可证。足侪讲你唔通去啦，你去向食肉掠回啦。啊，但是有着证，我一证，马上讲无啥个。1996年总统大选，啥物人会想讲平教授会选人？无啊，一般无。三一个名，就平教授伊答的，伊感觉讲伊，我会记住，无啦，这我著讲故事互你听，这拢历史性。左选团才上尾的时阵，我等下同我讲，你敢知平教授安怎同我讲的？讲我先，我先，你记住爱改啊，记住爱改。那这样一个月做些决定，我想歹掉。我若调以后，我有需要你，因为吼，
吼，这个内阁爱叫足济人诶，我无认识遐济人，你记不记解留落来？我印象有够深诶，这我那这个代志我也记。伊想我，无人敢买叫十平教授，平教较实咧啦，我今晚是平点啊，我先对较实咧。伊敢讲，我这个做事迄个场哦，我足有信心诶啦，那有可能奇奇怪人足济人，我想也对。我当然是一天二十几趴，但是海外，嘛不是讲你会对我甲你支持，就是真，怎么袂对我要做一个社会运动，来予台湾人来了解，台湾人进一步向民主道路向前行。迄阵请两个人来演讲，其中一个是李英文，有哪贵姓啊吼？你嘛找我外面去的吼，另外一个是曾基的。啊，黑教授嘛，真好，这张花，你看咧，真有诚意，写一张花给大家说多少。哦，当然海外个票是介济，当然闹无一寡钱也是唔想介济钱。好、哦、啊，真正就真重视吼、哦。这后边咧。就无简单咯、哦，真苦战，但是要支持的嘛是拢按各地坐飞机来呢，这不是讲，唔是讲伫隔壁尔咧，哦，是夏威夷，是圣路易斯，这嘛无伫个，明尼苏嘛无伫个吼，啊，是北加州，啊，这是迄落伫亚特兰大，这是完全是支持，真无简单。坐飞机来参加这个这场的做世界大会，有哪算真大场啊？我想七八十个应该。迄阵是无印象念的，迄阵嘛无啥物迄落上表面，就是电台广告啊、拍文宣啊，你若大家嘛，你袂叫人钱就无来啊，对不对？所以就是足好做，但是海外嘛是真正是你做。做这個，吼、哦，迄阵你看这個、三月的选举拄啊过年咧要到，所以印五千份的新年卡，叫大家一个人，我拜托因每一个人寄五份给伊好朋友来支持台湾的教授，就是，爱就只爱家来，真歹无款，是了。大概就是一万块美金，一万块美金到。我阿弟就是下辈子。左酸人不得，人讲一波三折。都见面，实际海外足济人支持变到时，但是无拄啊好，中国拍回头。真侪医生的朋友，本来要足侪医生支持白教授的啦，真正，我一下讲百分之九十九拢支持，结果开大拍的，我会记林武彦，本来讲要转的，然后伊来底啊，伊就讲啊，你来转呀？无啊，我的机票去哦，我查某囝收起啊，讲无爱好，无爱好转，讲危险。啊！要战争啊！你搁转去阿爸，你战争啊！你搁转去开大拍到台湾的边啊！哦，我印象够深，到这林武彦啊，所以伊就无得，所以真正真艰苦战啊！所以到尾啊，我当然讲阿无安尼，两个理由，第一个，你坐飞机等于坐中华的。到遐时间拢无解好势，新加坡嘛拢无好势，到遐人是透早就暗的，含回乡团休息。伊讲安尼啦，啊，我们来日本，啊，日本，这是日本的后半辈人。嘛是大部分拢医生，安尼夹夹的去日本含伊会合，啊，伫支持啊，差不多中等的时间。安尼也较好做些，较到位。啊，这个就是一阵，哦，这么真，这个，安尼黄正雄，黄正雄，
啊，无去个。到尾怎啊坐一班个倒？对啊，坐袂起。所以，也毋是介济人啊，四五十个尔，海外等于来做算。哦，啊，迄阵，今日无得遐，应该爱来参加。伊阵选无得遐选国代，伊一只在内底啊，即单地人，啊，即体育家，伊当官僚。啊，这个张医师，啊，这个黄明星，啊，就来这儿，就这两天，大家稍微，哎，这下面呢，弄，今天弄一家，陈天立，哦，这种西调的这个经典，怕是有的。这里迄阵的台湾，保家还道，因为到时想对海外。只要我真感动，伊在我咧做团队，伊特别太济个伊办公室个人，听讲安尼去台湾上久啊，无多人咯，太济个伊办公室人做问题，随团来安搭即个做团队。啊，即代就是阮个迄个迄个班队做出来成绩，好多无。啊，不是，对对，那里讲，张医师你这样，我就这样，别说，没有咱我太太就抱我睡着，然后你抱着，没变的，我以前不睡着，就该睡觉了。啊，这阿婆啊，哦，阿婆啊，当然别跟阿婆来讲，阿婆瘦了，哦，美心，他们讲叫，阿妈今天来，这是那个张医师一个不阿妈的对象。即拢足怀念，但是我想感觉伊人生真有意义啊！提到首先，有情有义啦，双臂足无用个哦。伊听着讲，阮住伫迄边，伫家己住伫旅馆，伊专工来甲迄个旅馆，啊，阮见，啊，阮即个朋友会交流。真正让人感觉即卖足感恩就对啦，让人感觉讲心内，讲讲含伊熟悉熟悉有够，按即个人生一个真大的见证安尼。哦啊，李荣伊嘛是一直拢追随我做做这个。好，第三个代志，特别你含袂过靠近。T.I.是伫当时1979，迄阵伫国会通过并发布，会馆1998成立第二冬，大拄着天下咧。迄阵要请因讲价，迄阵阮也伫遮，啥物烛光晚会啊，伫遐啥物，伫暗时伫遐，比如首页过头个首页，吼，即上拢有。但是隔日讲上大个大会，要叫啥人演讲？收收的，他们各方面有关的，找了两个，其中是王载的牧师，伊伫迄个，伊阵是台湾长老教会的会长，伊伫遮，拄好上一礼拜奥本海默去，伊无倒来，所以就要用书面的，阮头家替伊啊。个另外一个演讲者，就是请彭教授，先来请彭教授。彭教授伫台湾关系法一听上个一听，高听会时，伊伫国会伫做事，伊对这个相当清楚，所以怎请伊来这个会馆1999年的29年 TIA， 我来邀请的时阵。我嘛伫做位张医师，因为迄阵国当时叫伊，迄阵伊甲伊木桶食来看，啊，迄阵是我经过迄个张医师个联络，因为我甲彭教授无啥物事交，伊是一下就讲好，啊，我就下面叫发出去个，我记遐足清楚。我讲真侪人拢讲，台湾关联法是台湾的护身符。伊回答来，回答讲，李秘书，你讲的对。
无一个附身。若是台湾人无这个觉悟，要保护自己的土地，无一项物件会当做附身。我这家境比较，所以我今仔拢一直咧在讲这个。我们拍一下广告。所以就是听人演讲二十多年，我这是安尼很高兴上哦。啊，这个演讲的，这个镜头，啊，当然，我刚才后讲话啊，迄、那个演讲是主角，米切治疗的，啊，讲米切小妹哦，专门按北加州人来讲。伊就真演到是变个，伊迄个是变个，而且我刚刚去介绍者，伊是苏台音乐会，是音乐会专门的，伊个 major 伊个声乐，伊是科班的，专工来遮为了这个用歌声来纪念这个代志，黑马大王会馆第一遍。The LA Times 将安乐和朱莉的报道带回。来，这个结论，这是彭教授在1992年等于台湾一带的写。你安尼看到彭教授的广告就是安怎？伊讲我过度虽然20几天来流亡。家破人散，人散，达为走跑，走投无路，甚至悲伤重伤。因为刘教授不是遐啊，看到半路的，伊是作理念性的，伊是一个学者，教授那种个性，伊不是含你含你底下烂掉一股子那种的。所以有的代志，伊真正看袂对过。伊就离开啊！伊也无要喊伊生，伊就是坚持计价。共产党伫追求台湾人民自由民主，啊，甲福祉尊严之下，伊个人的坎坎坷坷已经不是上爱对啦。我想用一句话，大家爱追随提高上，多谢大家。